全聚是大金店菜式之一，香入口中，五花肉美味那个了啊！我们来上红烧烤一下。哇，你夸你要干什么？你是要吃口猪吗？你都不能安排上的啊？爽快，是啊。人生如梦，香入口中，味菜口中，到底哪个口子好吃吧？那有什么不同？不都一样朦胧？朦胧中有你。俗话说，冷水下锅。有你跟我就一起，要想质疑好，八个该必须要耍好啊！点个赞，喜欢操作啊！世界神奇的彩虹，简单爱你心所爱，世界也变得大了起来，所有花都为你开，所有情路到底错把烟吸掉，老去怎么想一天。你也是这样把布撩起，我对对好友，这一句要关注嘛？我们是一个浸泡半个小时，你这个时间把鱼的也炸呀！你都包起来吧，就捞出来。一块口子一块鱼头，鼻子小牙摆到盘里头。走过一个半小时去刮。放口子，中到一块，不是要摔。吃一块是一块哦，还是香入口中好吃。兄弟，今天口子甩过了，明天甩什么？明天，明天你吃啊？这一口下口又有肉又有鱼的，一锅子舒服啊，相当舒服。